那一年，啊是多一年啊，那就是啊，2016年，住这51年。来看啦，啊，真多灯炉啦，人间不调和，气候不调啊，天灾人祸。乡民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很臭屁啊！你都要，你那个乌龙哦，一个绿草皮。如果做完的话，那也是在家里呀、啊。如果下一次还有这种像这种的话，我一定会去啊。这个机会来参与这个活动，表达我们深深的谢意之外，我相信即使严禁告一个段落，但是我们的情缘是永远永远。那一年，我就用到两句话，岁月就好，跟大家人讲啊，大爱之道，公平万物，同情之路，古往今来。每天辛苦赚钱，让我和杰西能吃得饱、睡得好、有书念。平平安安，与其在家里在那边哭哭啼啼，不如说出来外面当志工，对啊，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。当然还是会很痛，我这方面我还会把它慢慢的放下来，然后转成当志工，哦，把我的爱转成对大家的爱。菩萨爱思想，观察一切事物。修行必定爱时时呢，如法非有即有，啊，入灵观呐，但是呢，不讲究，不讲究。丁罗，但还是同款，爱培养着咱这颗心，爱吸收法啦。